我说男人这样洗澡呀，女朋友特别容易失去安全感。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假如你啊魅力非凡，那女人绝对会害怕失去你，因为呢暗处觊觎你的女人太多了。这时候女人一般都会使出浑身的解数啊，让你为她停留。她无论如何都想把你留在身边的。那要如何让自己的魅力值提升呢？我有一个很好的办法。左颜右色鎏金香水沐浴露，当你用它洗完澡之后，你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散发着迷人和危险的味道。它是来自于瑞士奇华顿专属的调香，香味是高级持久，闻起来呢就像那种霸道的总裁的成熟温柔，让人一碰就沦陷了。不管是天生汗味重呢，还是一出汗难闻的，在你一洗一冲之间，干净好闻的气味从你的毛孔中迸发出来，每天用香水洗澡的快乐，你想试试吗？